这干起的还是要挖出来种点咯，这落呢太远了，还落跑了。你动作快一点嘛，是嘞。要挑过吗？要的呀，你好意思的挑啊？这儿的。就这儿。哎呀，咋回事？跳脚了。遇到好几组坨坨了，这一组吗？那罚钱嘛，你今天来做。明天做可以，找不到真正做脚的。没发现我这段时间累瘦啊，真的是累瘦啊！我要吃两根猪脚干来补一下。一天一天分食，你就吃两根猪蹄。他们说一天一下午的话要吃一头猪的。跳下午我爬都爬不起来，我要吃头猪。你吃蹄子的，要是去养会弄吃。你要吃蹄子，你就自行来撸去哈，我把这草丛弄下来喽。耶，换好包装了，升级了，弄个五千的。这个撸猪脚杆撸再好，水多加点就不关事，加个五六斤水、六七斤水就可以。反正猪脚杆撸趴呀才会标准，水少啊也再加点劲。加入老姜跟一头，葱头没得呀，没得就算了。颜色要好看点呢，就加滴点老葱，不要加的多，加多啊黑黢黢的。好，把它烤一下，烤一下把它撸起色，烧开过用小火撸撸啊，反正撸趴就关火。喊你撸来撸起家没有？没有。你回来了你就还在干啥子，你没弄起来。我啥呀？你把那个脚杆倒在锅头，卤料倒那个锅头下去说嘛，卤起嘛就是了嘛。啥子？哎呀，你就说你卤起家嘛，你要说没有卤也可以吧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说卤好了不弄这吃，还让我给你用空气炸锅炸一下。再煮点面再来搞好看，这面条弄干脆面，来点油免得它粘你起家。来一包干的，这闻的就都香了，再烤好的话更香。那他吃面条啊？把猪脚杆不是弄好了吗？将就那个空气炸锅，弄一个干脆面来吃，搞一下嘛。哼，炒饭的事从我来烤。要是好吃的话，我都能跟娃儿们吃。他把这焖羊哈的猪蹄捞出来，哎呀，这肉好趴，看看，哦哟，咋子烤得黑黢黢的家哟？嗯，咋你烤的这个东西啊？我说是筷子你的哦，脆不脆？它必须脆。好、啊，你吃，我炸蹄子了。这个直接放，不要那个口子，再那个大的，来点干的，看看要得了不？哦哟，这滋滋滋的冒油，好爱哟！哇，好嘞，吃完了。来啥？这个猪蹄儿，来了吗？哎，我自己来。来吗？来，也是那个。来，我要这个小的。哎呀，这人啊，不好意思的。走。这个是烤我哈的，那个是没有烤的。这空气炸锅炸的好不好吃啊？哼哼，我卤的就是香，香不香吧？香哟，你好久才卤一回，肯定卤的就香啊。嗯，天哪！啊，你这种情况你都拿我去做啊？从哪儿熬到北京哦？这蹄子好香！你第一次去了，你没弄个菜，再有人发狗一份，我来吃一份狗一份，就禁止我弄。赶紧给我找回锅子，我问下明人。那条回锅肉来吃了哈，你首先要烧两副开水来备的。哪吃得进我就吃一下。那还有不？差不多。一路来多吃点。还有八二碗嘛？八二碗有，还是吃这个脚叉叉就差不多了。那还有个。哎呀，这个跟你小火炉的那个，你不是还？跟他吃这个大的嘛？我就吃这个嘛。算了，我不吃，我吃第二种鸟的。吃这个嘛。那你那没人等他，主要是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下期洗个手，手好粘人哦。哦，你煮好了吗？啥子？烫。我刚刚才煮好了，你说烫不烫啊？你看这次装的大小根还多匀劲，一次吃一根都差不多。哦，一大勺哦，还是恁个恁造的。恁个恁造，那恁都火腿肠不煮起来哟。那怎么吃呢？就油腿和火腿肠。有火腿肠吃有好撇吗？
啊，我买点米线来吃米线嘛。你那是做洗车。哎，你把我口号别老严了嘿。你洗澡吗？还是洗轻点嘛？天天不是就在这儿抠那儿抠，对吗？开开呢。热乎嘞。不，你开开呢。热乎嘞。你看看嘛，又。这儿吗？过几点儿。这儿吗？过的很呀，过还是坐过。你买个刨根来。再给你扣完了，我用点洗洁精了，我又给你。那是吃的，我都吃的。你看你那个动作哟，硬是的，就跟我那哈喂那个猪儿有啥子区别啊？那猪儿养的哈，你再在那个板板高头就蹭。他喊你啊，你在扣嘛？他就是喊呀，那咋子没喊呀？那个猪，黄立春，拿两个火腿肠，拿几个鸡蛋进来。你要几个鸡蛋？对，把哈子拿进来呀，你自己选。真的是有点憨得很，一人一个嘛，你数下人头嘛，你都晓得了噻。跟我妹妹多做一个，不要让她瘦啊。当得起你的意思，我说你扯人家，再给你煮一个嘛就是了嘛。给来点料，天天放点小米肠料的话，还是多方便那种米肠。这吃米线的话，就要放韭菜才更香，再来点酸菜，我喜欢吃，多放点。我这鸡蛋好了，我这鸡蛋我喜欢吃溏心鸡蛋，晓得煮过没有？也没得汤的，加点开水就要的。哎，我这儿在那买的有这种湿米线，我就买一点回来。这煮不到两下，很快的。好，这汤让它都可以捞起来。哦，你说来给它多来点。王婶儿。你今天把那鸡蛋能剥出来嘛？那一天到晚在这看手机，还说玩儿看嘞。真的是，你这是印证了那句话，懒人屎尿多。再切两片火腿肠热的话，就成了三鲜米线了。哦，好像还差点那啥子虾皮跟紫菜一样。哦哟，这米线那火腿好扎实。自己装的，中午煮的啥子鸡蛋嘛？无锡鸡蛋煮的。我切一个来看看咯，这都还煮捞啊，低点儿的，可能光火了还没来得及捞。这蛋黄香得很，一个碗头给他来一个。好了没有啊？在这困的，给他来两个香菜，连切香菜切出来干儿的感觉。你担的两碗大的，我担的小的，我担三碗，担的嘛。你担了三碗，我担三碗哟。吃饭了吗？这下午是吃米线喽。哦哟，这个有点扎实哦。哪一下啊？我是看看，人家说的一口一个蛋。靠你！嗯，还可以。那时候更多，那时候更多，嘴巴大小看。美中不足，差牛肉。牛肉跟猪肉都是肉，有火腿肠都不错了哈。味道不一样，虽然我弄不来嘛，但是我吃我会吃。人家那些在窝子这回去呢，就是要吭哧吭张哦，啊。少刷几回子，要勤开回子，后开回子，还有那个香根儿，你在那底下那儿就好哦，在那过山啊。晓得，晓得。在那过过山啊啊！你是开玩笑，肯定要玩的家你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是玩的，你老的是懂。我的乖，是的。再来多吃点，这碗面给你哈，吭哧吭张。你吃嘛？吭哧吭张。啥子碗面好扎实，我的还吃不完。我都没一天吃多少，就比以前那盆盆小啊，这碗。我吃这碗差不多了，少吃点子哈。你那人在那火腿上就是一根，两个半鸡蛋，米线嘛至少嘛也是半斤嘛。贪就贪完呀，吃面的晓得这个米线都是要贪宽的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给我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陶小姐。